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啊，大家手头上都有一份材料啊。今天开始讨论醒安大师的劝修净土诗。醒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啊，一生的德业非常精进努力啊，通宗通教啊。这个临往生的时候预知时至啊，内向昭著啊，住世时间啊只有49年啊。那么我们看到劝修信徒是有一个序文啊，这序文呢就是把这个做净土师的一个缘起做了个介绍，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文字，我大概就这么啊串讲一下啊，概略的介绍一下啊。实贤就是醒安大师的自称，又叫实贤，说自己啊非常的浅薄啊，漏劣，是一个平庸的僧人，这是祖师的谦德啊。这个心知见狭小，是一个漏气啊，不是一个法器啊，本来没有大的力量来助自行化他的事啊，那只是啊养成啊前辈啊中锋啊，就是前面祖师的净土中的中锋啊，常常呢也有些好的感悟啊，特别是啊这个发起了往生极乐净土的这个大愿啊，虽然自己的行持还有诸多的不足啊，自己的心地的功夫也没有什么啊好的心得啊，但是由于悲心故，兼济众生的这个菩提愿啊，未曾忘怀啊，这样就有一种啊要教化啊给世人的一种教化的这样的啊愚忠啊。好，这是他的出于悲心来写这个净土诗。好，再就下面谈到净土法门，他的理是极圆极顿啊，这个事项上下手的功夫却是自简自易。好，这就点明了净土宗一个特色啊，理上极为深邃圆顿，事项上下手极为简易啊。那么它的功能作用就是我们自诚念佛的心，这个因心感得阿弥陀佛的这种果地上的功德的加持啊，这个力量就很强，就能令我们快速圆成佛果啊。所以以因身以果地觉作因地心的修行，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的修行，我们
凡夫众生用的少，但是成功就很大，啊，这都是在点示净土法门的一些本质特点。好，那么这个法门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虽然是渔夫，渔夫他也能够了解啊，修行净土法门，啊，如果净土法门的它的深邃处，也就是三贤十圣等觉菩萨，也没办法测量净土法门的这种底蕴，啊，哎，这样就是啊，上中下三根普遍的都能够修行这个法门，啊，种种类别的众生都能收摄在弥陀的愿海，啊，在微尘数的刹土当中，这个净土念佛往生一法，就是在生死苦海当中捞路，苦海之鱼啊，用鱼来表明我们这些众生在这里苦海当中的这种沉沦啊。那么，在生死苦海捞路众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网啊。可以捞入很多的鱼，啊，这净土法门它是佛所讲的末法最为对机，啊，就是挽回末法一切，啊，无法拯救的人，啊，这个法门却是表现它的特效。啊，乃至到法灭尽的时候，这个法门都能为众生做最后起死回生的良药，啊，所以这是确实是一个奇妙的药方，啊，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的捷径，想出离生死轮回是啊万难万难，无从下手，啊，舍弃这个法门想了脱轮回，就不知道未来多少劫了，啊，说明这个法门是末法众生唯一得度的一个法门，啊，但是观察现在的啊净业行人啊，深信切愿很难建立，所以泛泛悠悠来念佛的多，啊，具有深切信心的人少，啊，那这是难信之法啊，深信的人少，甚至还有啊，空腹高心谈玄说妙啊，对净土往生法呵斥为是着相，是心外求法。啊，甚至把往生的人称为贬为是小乘治了汉，啊，这个自古到现在都有这些啊不正确的说法。之所以有这不正确的说法，是由于这些人没有读到净土中的经教啊，只是啊这个以他凡夫的之见啊。自己的揣摩来建立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啊，实在是不了解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五十说法处处叮咛往生极乐的佛心，啊，还有十方微尘数的如来啊，搁在自己的啊刹土。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赞叹这个念佛法门啊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法门就像等觉菩萨以智慧自称的文殊师利菩萨、大恨的普贤菩萨，都有求生极乐的记述啊。就是这些文殊普贤等觉菩萨都求往生，啊，
那么我们在古印的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啊，他们都有文章啊。马明菩萨在《大信起信论》里面，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萨论》里面啊，都有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文句啊。这是古印啊。至于我们本土，像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还有禅宗的祖师佑师，净土宗的祖师永明延寿啊，这些大师，还有禅宗的中逢禅师、天炉禅师，这些啊，这个禅宗的祖师啊都是宗门教下的大祖师了啊，都啊写下不朽的文句啊，撰书论文来阐明净土的啊至极的妙理啊，深切的劝勉后人啊，要养性这个法门，修持这个法门，求生净土。好，那只是到了末法的时候，我们这些凡夫根基很暗钝啊，知见很浅陋啊，不知天高地厚，而且想老是想要胜过古人啊，对这些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言教都不屑一顾啊。那么行安大师为此深感慨叹啊，这些这个自东天啊，这个东土啊，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的言教一不顾，他的最后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啊。所以行安大师不忍众生之苦，就要发再来撰文啊，写诗来发挥净土的啊义理，来对众生的怀疑啊啊疑结要解开啊。由此他在啊1815年，就是道光15年的时候，曾经写过30首诗啊，就他认为当时是草草复工啊，刻板流通啊。那么他认为那30首诗还是觉得理上还不是很周全很圆满啊，在事项上的这个全息还有诸多的疏漏啊，所以常常就想啊，对这个30首诗再加以啊这种修正啊，添削，该添的添，该削减的削减啊，只是由于忙于种种的法务，没有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啊。那这样就到了道光18年的时候，3年后啊，在一个少坛老人的信农精舍，来在那里结下安居学地啊。这个结下安居自知完成之后，当时有一位同学社兄就啊踊跃赞叹他原来庆安大师写的诗啊，就希望他把这个诗给他圆满起来。由这个社兄的这样的因缘，行安大师就开始对原来的诗进行啊这个啊修正修改啊，对繁杂的啊地方把它削减，对于不完整的地方把它补起来。这样一写呢，这个理啊道理随着事项就越来越广泛了啊，文句呢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样信笔来写就很快成了一册啊。在这个净土诗里面，主要是啊详细啊陈述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来破疑生信，来深切的彰显净土的妙理，只是行人下手的功夫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守本分啊，
以及对各行各业士农工商来劝他怎么修行这些都有表示都要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导归道，念佛法门包括二六时中每年12个月怎么修行都有展示。那么整个的108首也是根据信愿行这样的次第来展开的，一共有108首，虽然不是法海的全珠，但却是义理之山的片石，虽然诗文显得粗疏，但是这种信愿劝勉的话语还是出自真诚心，显得非常的恳切诚实，所以就福气夫妻能够读到这个诗的这些同仁知道我撰写这个净土诗的一片苦心能够对我出书的文句不要去停留，而在文句里面的意思深加照擦这个来实践落实在自己的修行实践当中其目的是让一切读到这个诗深信发愿共同离开娑婆世界轮回的苦难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乐土希望大家不要因人废言，我这个人不行，但是这个言语还是从佛言俗语里面出来的这个是真有它的真实意义的，所以恳望大家一定要在这里面得到法的利益这是它的缘起。这样就把这个诗的结构、内容以及它的意思，还从中也能看到醒安大师是多么的有一种谦卑的德能。好，我们先看第一首请看诗文。我教缘开无量门，救中念佛。最为尊，多容妄念归真念，总摄足根在一根，不用三期修福慧，但将六字出乾坤。如来金口无虚语，历历铭文上具成。好，先看这一首。我们中国是一个诗教的国家，这个一部《诗经》表达着我们上古中国人的这种高雅的情怀，以诗歌比兴的方式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那么，这种诗歌的文体对于净土中的这种境界的那种表达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题材净土中就充满着诗情画意所以历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创作这些诗句。来表达自己修行净土法门的情怀，好，这8句看看，我教缘开无量门，我教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这个推究它的原始要宗，它是开显了无量的法门，这就是在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说："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本怀
一大世因缘啊，如来唯以一大世因缘啊，出现于世啊，唯一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开显悟入佛的之见，佛知就是啊，佛三种智慧圆满，智就是无眼圆明啊。那么一代实教无非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知佛见啊，开了佛知佛见就了脱轮回了，就切证了自性本具的如来藏了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让我们救度还家，回归我们的自信的。好，那么在这些法门当中，念佛一法是特别法门，如果其他的法门都是仰靠，都要靠智力修戒定慧断惑正证的话，念佛一法是仰靠佛的，先待业往生，后圆成佛果。啊，如果上根立次在这个世间，也就是以念佛心度无生人啊，证得圆通常，啊，它是三根菩提的，啊，所以念佛一法，念就是我们当下的这种始觉，啊，佛就是啊果觉，啊。那么以念佛一法啊来啊以信心做方便来解决轮回问题成佛问题，它非常快速，所以在一切法门当中它最为尊贵啊。这尊贵就跟大三乘的佛法相比，就好像你三乘的佛法修行要从考取功名，从低级官员开始住起啊，住来住去住到最高无非住个宰相啊。但你念佛一法，你做如来的啊，阿弥陀佛的子孙，就等于你投到皇宫里面做王子，他的种姓就非常高贵啊，就这就是理解他的尊贵啊。然后他这个念佛的方法是从当下这一念，这一念是虚妄的，起念皆妄啊。但是阿弥陀佛名号是清净的啊，这种自己清净的这种境界啊。那么我们的妄念无量无边呢、哦、啊，天眼来看都看不清楚啊。那么现在我们也不管妄念多少，你只要提起这句六字洪名，就能把所有的妄念都消融在这个大野熔炉里面啊。红炉啊，这个高温当中所有的片屑都会融化，多融妄念归真念。所以有时候表明念佛就像狮子出窟，百兽潜踪啊。那么在六根当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摄到一根里面啊。这个一根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见大圆通，就摄在阿赖耶识的见分上，就是一精明啊。摄到一精明里面是六根摄住，不向外追逐六尘，没有六尘的追逐，中间就不产生六识啊。所以你摄在一见分里面，你就离开了十八界，它就有它的超越性啊。这就都摄六根啊，净念相继。好，你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全摄佛功德为智功德，那么阿弥陀佛果地上无量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你就是骤然富贵，穷子得到了一笔大的遗产。所以就不要自己去辛苦的修行啊。一个修行人从他出发心到圆成啊佛果，一般从通途来说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福德智慧修行
啊，但如果你能够修行念佛法门，以信愿感通佛地，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就不要自己再进行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了。这就是不用三期修福分，啊，你只要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就能出乾坤，啊，乾坤就是天地。啊，就是生死轮回三界。好，那从通途的教理来看，要出三界，一定要断见惑思惑。啊，见惑的88品，思惑的81识，如果有一品没有断，都出不去。啊，那这个动经多少劫，啊，要修种种的方便，啊。要四禅八定，还得要修9次的定，断尽之后才能够出乾坤。啊，啊，这是靠自力如蚂蚁上高山的难行道。啊，那么净土一法，你以信心为方面，只要念这个六字，啊，临命终是阿弥陀佛前来接引，我们的神是一在这个莲台上就。弹指间一念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三界里面，他就跳出五行，跳出三界啊，这就出乾坤，啊，这就是一行道，啊，好，这种事情一般来说很难相信的，啊，如果你一品烦恼都没断，怎么能离开三界呢？那净土法门就是你是个孽障深重的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但是你具足信愿称名感通佛地，就能够出三界。这在道理上有时候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叫金口所宣，处处宣说这个难信之法，啊，佛是成就大慈悲之人，佛是一切种智者，佛无量劫以来不会说一句假话，所以他处处宣说的这个法门的殊胜，啊，也绝对不会打诳语哦。啊，那无论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只要兼带宣说的净土经论，都明明白白的，啊，把这桩。不用三期修福慧，但将六字出乾坤的意思表达得非常的明晰，啊，这个经典还存在，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啊，这个圣言量是值得我们仰信的。所以呢，我们目前靠我们的浅陋的知见还不能理解，但是佛。从他大光明藏流现出来的净土的这样的智慧的灵文，就是我们末法众生处理生死轮回的一条康庄大道，啊，所以念佛法门最为尊贵，所以呢，念佛的行人也是最为尊贵，啊，最为尊贵就是人中分陀地方。释迦牟尼佛都把信愿称名人称为是佛的亲善友，佛都把真正念佛称为善友，啊，那观音世智也是以友道相称，观音世智为其善友。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一品烦恼都没断，但是能够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诸上善人都是等觉菩萨，我们可以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把手同行，就在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大平等的愿海当中，我们这些凡夫跟那些诸上善人也是平等。诸上善人具有32相，我们一去也有32相80随行好，紫摩真经色，我们一去也能有6种神通，种种的应化身。啊，所以由于我们是念佛，我们投身的地方是一个王子的种姓，啊，最为尊贵啊！
所以大家今生能够深信净土法门，别忘了我们这种尊贵的身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获得啊阿毗跋致菩萨尊贵的资格。好，南无阿弥陀佛。好，醒安大师劝修净土师，请看第二首。易入西方尽智容，双目顿觉易消融，无边刹土光中现，遍界真身向外逢，花衬玉兰红盈盈，树寒金殿辟重重，色空明和魂无际，尽相分明觉点中。好，请看这一首诗啊，这首诗属于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在净土的经典当中，释迦牟尼佛啊，在开始总是要详细的介绍一正庄严啊，介绍一正庄严的目的是让愚昧的大众产生信心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是阿弥陀佛愿心流现万德庄严的，同时也是一切众生戒耳心性当中本质具足的。但我们本质具足的这样的庄严呢，被深深的迷失在、鼓摸在我们的深厚的烦恼分别里面。旷劫以来，跟我们啊非常的疏远，这就是死复逃逸啊，逃逸的很远，就不知道我们当下还有这么一份啊庄严的无尽状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果地上的展示，是有效的开发我们因地庄严的强缘啊，真上缘。好，所以我们啊来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庄严，实际上我们要了解就在观察我们当下一念的心。一正庄严全体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展示啊，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观察啊，就是对实相、对法性、对一真法界的这样的认知，对我们自信的认知啊。所以它在我们众生的心内，不在心外，是本有的加增啊。我们先了解这一点啊。从观想的效果来看，由于它是一个法界的啊这样的广阔的境界，如果观察就能够开脱我们狭小的心量，把我们本具的性德给彰显出来啊。所以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无论从信心层面还是心性的这种提升层面，都有甚深的价值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净土宗祖师，无论是写论文还是作诗作赋啊，都会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有种种精妙的描述啊。那
这些祖师证到念佛三昧，所以他们所展示的还是限量的啊，这种描述与净土经典佛所说的是无二无别的啊。好，这首诗讲到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只要信愿称名，仰靠佛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在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彼土是什么样的角色啊？所以一入，只要一心称名，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好，尽自容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的境界，就能够法尔自然的圆融起来。尽自容是什么意思？就是全体的外境就是我们心性的表现，心土不二，心土一炉啊，这就是尽自容。而外境也是由心回转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啊圣妙的光明的由弥陀愿力彰显的刹土，就能够啊打开我们的心量，拂灭我们的无明啊。于是桑木这个桑眼就顿然觉得这个眼翳就消融了。这个在心性上，我们说众生的颠倒啊，就是由于我们的眼睛有病啊，好像一个月亮由于眼睛有异，或者看不清楚，朦朦胧胧，或者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三个啊，或者一种颜色看成了其他的颜色，就眼睛有病才会这样的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眼根的这些颠倒啊，这些都是分别烦恼出来的啊。如果由于弥陀的光明加持断除之后，我们就顿然恢复了我们的眼根的清净啊。眼根清净如果是佛的眼睛的话，那就是五眼圆明了啊，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具足啊。那具足着佛眼的话，那就对宇宙法界的真相了了明白，不再像原来一样的颠倒了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啊，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颠倒的状态就恢复了正常，不再颠倒啊。好，当我们的眼根的功德现前的时候，这时候这种啊就能见到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这个刹土都是在光明里面显现。这光明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景物都是珍宝合成的，珍宝每一个珍宝都有光，因为它的透明度非常的洁净啊，所以这个珍宝放着的光就能把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都能映现出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身无全息，你在一个局部可以看到全体，在一法里面可以看到多法，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以看到无量广袤的空间。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性的光啊，就能够现出这个奇妙的境界啊。于是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本土
啊的地面上、墙壁上、树枝、树干上，啊，都能够看到他方世界所有的刹土境界。啊，这无边刹土光明现。好，变法界的阿弥陀佛的真身也相逢了。啊，阿弥陀佛，他的法报化三身，啊，他的法身报身可以在极乐世界，啊，但是法身也变一切处，应化身随众生的因缘做示现。那么整个法界当中无量微尘数的刹土都有着阿弥陀佛的应化身。这时候当我们的眼啊，慧眼、法眼、佛眼现具足的时候，我们就能见到啊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刹土，这种啊无量无边的显现的身相光明。所以逢就好像父子相逢啊，这个历劫不再为远，开眼就能看到阿弥陀佛种种的应化身。好，那这种相逢是向外逢，向外就是有形象之外，超越形象之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诸法的空性当中，无相一相这样的一个层面，才能见到变法界的阿弥陀佛的真身。啊，如果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内心的眼目还是受制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还是在着相的情况下，是见不到阿弥陀佛变法界的真身的。所以一定要向外逢啊，这样。好，极乐世界是一个莲花的刹土啊，莲邦啊，有无量无边的莲花啊。这些莲花又衬着着啊，这个美玉，玉做的栏杆啊。那么这种莲花有啊四色莲花，青黄赤白啊，这里显现红莲花，显现它在啊这种重重啊这个无边的啊近远之处。隐隐显现的红莲花，啊，好，那极乐世界生态环境都是非常的啊美妙，不仅有莲花，而且还有宝树，啊，这个或者一宝和一宝树，或者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合成的树，啊，七宝合成的树就是它的根茎枝条花啊叶。果都是各有一种宝的合成，啊，那么七宝可以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这个树啊，由珍宝合成，珍宝又能放光，每一种啊珍宝放出跟它相应的光啊，黄金放金色的光，金黄色的光，白银放白银的光。白色的光啊，琉璃晃啊，这个红色的光等等啊，这个光和色又有互相的辉映啊。那么这个树啊，它不是一个啊这个无，仅仅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它树里面有又有七重罗网来庄严啊。网与网之间又有很多的宫殿啊，这个宫殿有的时候这里讲着是这个黄金的宫殿啊，宫殿里面又有啊自然显现的天童啊，童子又有人在，又有生命在里面啊，童子身上又有很多的璎珞来装饰。所以这个树啊，它就是美不胜收啊，那树的那个果子啊都是旋转的啊，
它的花在旋转，自然生出那个果子，好像那个啊如意宝瓶自然显现种种的东西一样啊。那么这个树，尤其是菩提树，能够让这些往生者看到树的颜色，感受树的光影啊，尝到树的果实的味道，是意念思维树的功德，都能得到六根清净，都能得到种种的无生法忍啊。这个树帮助大家来修菩提道，拂灭烦恼，圆证佛果啊。所以这个树中的这个宫殿也是重重无尽啊。那这样来看，一个无情的树里面又包括有情的童子啊。那这个树是一个色法，但这个色法又是从哪来的呢？啊，是从空性里面来的啊。我们啊念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般若心经的这个著名的几句话，我们在这里天天念诵，但是我们不一定理解的那么到位，甚至在我们限量的境界当中，色和空还是打成两截的啊。而常常我们被这个色法，就是物质世界的东西所迷惑，认为它是真实的，不知道物质世界的本源是由空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呢，有时候在道理上我们也能够啊思维依稀仿佛，但是也常常会显出种种的怀疑，这个色法怎么会从空里面来呢？哎，如果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色空的这种啊转换的形态，就是一个限量的境界了啊。比如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谈饮食，你的念头一动，马上七宝钵器自然现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还有你啊，这个既然饮食来了，还有放饮食的那个这个小桌子几啊，还有用那个柔软的这个啊这个柔软的碟所安置的座，这些就是你用餐啊用斋的这些东西都自然现前啊。这时候你见色闻香意念上领略之后，觉得感觉饮食完了，饮食完毕，自然这些钵器呀 这些啊几案呢、这些坐具呀、马上就没有了啊。那你看这样的一个钵器、饮食、几案这些设法从哪来？来无所来，念头一动，到哪去？没见到，没有行踪啊，去无所去。这个色法啊，无论是钵器还是衣服还是宫殿，都是念头一动它自然现前啊，你念头想不要自然消失。那你看这个色和空，不是你限量就能够清净的境界吗？啊，所以色空就一如了，色空就不像我们现在打成两截了啊。而且色空你很难找到一个立足点，很难找到一种客观的实体，它就叫无依或者叫无迹啊。无依不以万法为理，没有地对待，没有一个能依和所依那么这就是法性的不可思议的无着妙用啊。这就是色空名和混无迹。好，镜像分明觉点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镜，每一个墙壁和所就像一个大圆镜子，
他能现出他方世界种种的景物，就是他的相啊。这个境和相是立立分明啊，在这个境也可以代表我们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就像海印三昧，映照森罗万象的一切景物，一时俱现啊。这是法尔智人明明白白的，这里在这种镜像的显现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点细微的那种终极啊，黑点都没有，绝点成啊，绝点成就代表着我们啊，在那里所感受的这个镜和像，就是我们心性的一种表现。这个心性的表现在弥陀的光明当中，离开了一些烦恼，离开了一些分别，就好像这面镜子擦得很干净，擦得很干净才能照天照地。实际上我们当下这面镜子也是具有的，但是这个镜子蒙下的厚厚的尘垢哦，蒙下的尘垢在我们看来就毫无作用，就这个镜子的作用没有了。镜子可以照明，很照天照地的，但由于蒙上的尘垢，一点都照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这面镜子要常常要擦洗啊，这就无量寿经讲的洗濯垢污，显明清白，把这面镜子上面的垢污把它洗掉，显现它本有的清白的本质啊。只要它的清白的体系现前，它的照用就现前，照天照地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念佛修行持戒等等这样的一个八万世间法门的种种修行，就是要擦洗这个镜子上的垢污的啊。这就是在修行啊，把垢污擦掉了，镜子自然当下就是啊。但是我们这面镜子啊，宝镜了，在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积的烦恼太多太多，这个垢污非常的坚固，要在这一生，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又不断的在外境在强化这个镜子的染污的时候，要想把它擦干净，那是很难的。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种大圆镜智是限量清净的，阿弥陀佛佛心所现现的森罗万象是明明白白的，阿弥陀佛是远离了种种的分别烦恼这些垢污，这面镜子一点污点都没有的。好，那么这样是阿弥陀佛把他的擦得分明的大圆镜智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我们的功德的话，阿弥陀佛亲证的大圆镜智也被我们所用啊。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大圆镜智现现他方世界万象的这种功德的赐予，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见不到他方刹土的境界的。就好像当下我们想见到啊，不要说见其他的银河系之外的景物，我们就去见其他的国家，离了多少远我们都见不到。我们这面镜子就像黑夜里面拿出来一样，一点都看不到，连自己的面影都看不到，更何况看到他方世界的无边的刹土的境界都看不到的啊。从这里我们就能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修道是非常的快速，
是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恩赐，使我们这种伤眼啊，凡夫的肉眼就具有着啊慧眼、法眼和佛眼，让我们充满成垢的内心也有着像佛那样大圆净智现现万象的功能作用，就有着由心转物啊，色啊从空性显现色法，色法又回归空性的大自在的功能啊。所以这是透过极乐境界的境界啊，色境归心这样的一些啊描述。好，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No.